那两个人呢？再开一个。对啊，这个是应该是他爸爸，他是员工啊。那个只是一般社员，好像是一般社员。社员啊，别姐在你啊。还没亮。全量的。他又突破300，他又再回到这里。一个，这挨下没了。哎，还可以选呢。哎，那个。好像299，对不对？一枚一，要300了。到时时间就又突破了，因为我抽到一枚一啊，你看这边要300了。不一样的哦，结算哦，第二局，这些不一样的。哎，那直接这个比较。这50枚而已，这一刚总决赛那个比较好。我最后一直开 bonus， 运气好的话，这个还没亮。哦，我刚刚就差这个还没亮啊。它是红中有没有？不中，要300的。这个。好玩，可以。